很多朋友都跟我一样非常关心你，那感觉他们认为杨丞琳适合什么样的男生？好，我觉得他应该喜欢一种独特魅力，是那种有一点点大男人的，要很有主见，就是出去约会要很有想，就是有想法，就是哎，我们今天去吃这家餐厅，就带着丞琳就走，也是要有那种够厚实的肩膀，可以让丞琳依偎在他旁边的那种感觉。我觉得丞琳应该蛮享受当一个小女人的那种感觉。他比较喜欢被他控制的男生吧，因为我觉得他的个性哦，因为对他的了解哦，对他的了解哦，我觉得应该是他会控制，想要去控制那个男生呢，然后会告诉他说你要怎么做，你要怎么做，你要怎么做。他比较像大女人，我觉得他应该找小男人。陈琳他喜欢孝顺的男生，陈琳喜欢壮的男生，陈琳喜欢手上有青筋的男生，手上有青筋，壮。孝顺，陈琳，不会是我吧？